迷的诗篇记者会，所有的朋友们大家都非常期待哦，直剧场我们的爱情成长系列的第二部荼蘼即将要跟所有好朋友们见面了。那很多的朋友们一开始都会很好奇，荼蘼是什么，为什么这部片要取名叫做荼蘼？待会儿呢我们会请这个很多的厉害的演员还有导演跟这个编剧一起来跟大家解释一下。要先非常谢谢小弟老师跟导演还有这个玉婷姐哦，给我们这么棒的作品。在里面呢也要让大家感受一下，其实我们的生活当中每天都不断的在做计划，在做选择，而且要不断的去面对选择到底要选择 ABC， 或者是不断的面对自己计划如果改变了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又或者是我早就下定决心要这样做，可是到最后结果不如预期。那在这个荼蘼当中，女主角郑如薇她会怎么样的选择，然后未来会做什么样的改变，希望接下来的所有的好朋友们可以跟我们一起来锁定荼蘼。那今天有许多的贵宾朋友们来到现场，我们要邀请贵宾跟我们现场所有的好朋友还有演员还有粉丝朋友们挥挥手打个招呼。首先欢迎台视节目部经理杨泉兰杨经理，欢迎杨经理。以及欢迎八大版权戏剧部经理方可仁方经理，欢迎。以及欢迎八大公关部协理朱淑芬朱协理，欢迎。以及欢迎王小弟老师，小弟老师跟我们挥挥手，谢谢。以及欢迎黄天仁导演，欢迎天仁导演。以及欢迎徐玉婷编剧，欢迎玉婷姐。你没有看到杨丞琳在前面尖叫的表情吗？虽然没拍到他，可尖叫表情还是要顾一下，好不好？哦，好，然后欢迎廖建行制作人，欢迎制作人。好，接下来我们就要欢迎荼蘼的演员们了哦，要欢迎郑如薇、杨丞琳。是在同一地点，但是昨天是很拽的说自己是杨导哦。那今天不一样，今天是女主角。好，我们要欢迎严玉玲，欢迎严姐，男主角弟，欢迎，以及欢迎陆思明，欢迎，以及欢迎张富健大哥，欢迎，欢迎谢盈萱，欢迎萱，以及欢迎林义珍，欢迎。欢迎范成飞，欢迎林月晴，欢迎刘冠廷，欢迎张耀仁，欢迎。在这个荼蘼这部戏的合作伙伴上统一面以及永三企业的代表也来到现场哦，要非常谢谢所有的贵宾朋友们跟我们一起来支持荼蘼。那当然很多的朋友们都很好奇这个荼蘼不管是制作的里面的内容也好，剧情也好，跟这个合作的契机也好，我们要请到小弟老师是不是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对，很快马上就进入到这一趴了。对对，都有都有，玉婷姐是第三个。好，小弟老师这么快，小弟老师这边请。谢谢大家今天来，那个就是很棒，就是团队很棒，拍摄都很棒，剧本写得好，人也很棒，这样谢谢大家。谢谢小弟老师，谢谢。那我们在拍摄的过程当中，也听了陈琳说跟小弟老师还有黄天仁导演跟玉婷姐合作，对他来说是有多么荣幸跟多么难得的机会哦。我们请天仁导演是也跟我们分享一下，在拍摄过程当中，杨丞琳有没有很难搞？哦，不，我说杨丞琳这个角色，因为要不同的人生，是不是很难搞定？就是人生的选择，这么激动干嘛？那都可能。欢迎大家到这边。好好搞，很好配合，包括所有的新的演员，本来心里很害怕，但是他们真的很厉害。对，然后还有两个大师，玉婷跟老师，所以我很紧张，但是结果应该还满意。谢谢，谢谢，谢谢导演，谢谢。好的，我们要请那个玉婷姐来帮我们解释一下哈，就是为什么要叫荼蘼？因为基本上，请问，在学校有学过荼蘼的同学请举手。知道荼蘼是植物动物的举手。有一个不到三岁的举手，我就不相信幼稚园有教。好好好，是请玉婷姐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好吗？其实真的也不知道为什么要叫荼蘼，但是就是要寻找剧名，其实有时候就是一个刹那间的那个灵感嘛。那原本他取了一个名字，然后撞到那个一个韩国的戏，然后我就不服，就是韩国人每次都抄我，然后我就一直
在想名字的时候，然后就想说，哎，其实我看到在 A B 方案徘徊的那个如威的时候，就觉得说好像迷途，哎，好熟，看到熟人。然后那个后来我就想说，叫迷途也太怂了吧，应该。大观众不会觉得像是那个贾文清我会写出来的，所以就把它颠倒过来，以后就查到了说王菲也唱过那个，对，然后又查了这个花的意义，以后就觉得哎，真的还蛮别致的，更吻合那个如薇的心境，所以就这样。是，谢谢。我觉得，谢谢玉婷姐啊，来麦克风帮你拿一下。因为其实荼蘼，开到荼蘼的意思也就是，当然春天有很多的花会开，但是当荼蘼这朵花开的时候，也代表春天即将结束了哦。但是结束也代表另外一个新的开始。那刚刚我们听了，不管是小弟老师、导演，还有玉婷姐跟我们的分享，那很多的朋友们也在这个荼蘼的官网上看到了很多的前导影片或者是预告，以及如薇该做的选择。所以今天我们的试片非常的特别。我们不播集锦，我们要播就播第一集的完整前七分钟，拽不拽？因为真的很特别，对。因为你如果我们要里面有太多人生抉择，如果不一样的想法，过程就会不一样，所以我们不能破太多的剧透。所以呢，我们要让大家先来感受一下这部戏，我们完全不客气，在试片就让大家看到前七分钟，就知道我们对这部戏多有自信了啊！要邀请现场的贵宾朋友们，我们一起欣赏《荼蘼》。